大家好，我是 L 的编辑婷玉。你最近是不是因为长时间戴着口罩而常常忽略了要好好保养呢？别慌，今天就让多年来钻研美容成分的一边我来告诉大家击退初老的抗老保养关键。日常除了要做好保湿，更重要的是要启动肌肤的水循环。一旦你的肌肤里天然保湿因子含量降低，干燥、粗糙、细纹等初老的肌肤困扰就会出来作乱。玉得清水活保湿凝露全新升级的小喷瓶，蕴含了天然保湿因子，也就是 NMF 原生水动力配方。它严选了四种的电解质、九种的氨基酸以及 20% 增量的玻尿酸，简单一抹就能够激发5倍的爆水力，深层修护，并且强化肌肤的保湿屏障，快速吸收，油感抚纹，是我今年私心推荐的科研级保湿抗老圣品。像我现在呢，就是每天早上洗完脸后就使用小喷瓶于全脸，它可以轻松一罐就做到了补水、提亮、抗细纹、舒缓以及改善肌肤纹理的目标。除了效果明显外，有一点我一定要大力称赞它的，就是它的质地。你看，轻盈好推，马上吸收，毫无油感。在这么容易晒到无光的夏天，光这一点就厉害到不行啦！我真心推荐全新升级的小喷瓶，一瓶就能够达成保湿烹饪，简单保养就能够跟初老说拜拜哦。